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，我们今天继续玩火影忍者手游。来，今天招募啊，招募这个疾风手机啊，还是挺漫长的一个阶段啊。然后是加入组织啊，组织然后给我了几个碎片，给我总共组织多拿了6个碎片嘛、啊，然后就找出了一些啊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普通啊。哎呦，怎么连不起来啊？怪怪，长得这么高，竟然连不起来。是两次，应该都能连三次吧，是吧？就是一个德性啊、哎！你看，才到他这里啊，是吧？才到他虚那里，小明的好矮，这个疾风手机长得好高啊！看一下一技能吧，你还能过来接招哎！二技能呢？哎呦，换一个东西就行。大招大招！大招很大的风，还能再连一个一技能，再连个二技能，哎，这近距离还是能连起来的啊，还是蛮不错的。这个穿起来有种那个唐装，或者那个叫什么旗袍。我们看一下那个，哎，他说距离好短。就靠一技能远距离啊！哎，演示就演示到这里。其实好多人都早就出了，对吧？他们刷，只要把那金币刷一下就是啊。我们直接去决斗场把那个阵容调一下啊。现在换三个手机上场吧。第一个吧，可能是手机分手机打头阵啊、一个连右，连多利手机，最后一个手机。我们去看一大早有没有人在线、啊、找几个好友切磋一下。我们找厚一点的吧，就是要不然我这技术啊不一定能打得赢啊。拒绝拒绝，没人在啊，算算我自己直接开战吧，打不赢就算了，拼了这条，不是三个萌妹子吧？手机跟鹿王是一对啊，那就疾风鹿王和疾风手机又是一对，又可以做一个情侣任务。战斗开始，先躲针。哎呦，这玩意怎么跟我这么远？升不起来，不太会运啊，不太会运。中招了，中招了，我痛我痛。去死吧你，让你换大的机会都没有，在激烈的风中飞到这个世界的尽头。哎呀，最后一秒钟开个大啊，首秀最起码没挂啊。这个还躲他火，哦，这么快就把我搞死了，这后面怎么打？后面两个不会运了。两个小手机，戰闘開始，發動，攻撃開始。又死了死了，给我机会，我换个蛤蟆，还不给我机会，完了。我操，这么狠，拿捏的吧？我的天，哎，没有撑到凹一点啊。好悲哀呀、啊！这都能给你打得到，哎呦，哎呦我操！哥，你这样欺负我，不就不道德了吧？
好的。三不死你。欺负我没傲一点啊！战斗开始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小！我操，这都给你抓住了！我操！他居然掉个头！他居然掉头了！我还以为他会那边啊！没办法，在中场上面不好打呀！哎呀，坑了！小南啊，大哥，小南不好惹啊，不好惹也要惹，射他，没射到啊，啊他这好像是按住二技能，他是自动会飞过去的，快跑快跑，我射到他了，过去。反正要跟他打远距离战，不跟他打近距离，他伤害好低啊！别过来，别过来！别过来，这边不适合你。哎呦！哎呦，这样都能把他削死，呵呵，我的莲柚扔出去就 OK 了啊！莲柚按住他会自己跑，你不按他就直接在某个位置直接就开始开龙卷风了啊！他这适合打远距离的，不适合打近距离的，只要不被贴身跟住啊就安全了。嗯，所以要保持半途啊，最好是在地图上看不到人，然后乱扔技能，管他三七二十一，我就是扔技能。这个先要躲右，躲右的分身啊，三个妹子多漂亮，多可爱，是吧？中间一个还抛媚眼，战斗开始！哎我去，大姑，要不要这样子？要不要这样子？先砸一个再说吧。哎呦喂，他扔什么？好、死喽！蹭！呀，死了！哎，应该死不了！靠，他也开血啊！哎，我连不起来，操，打不死了，刚才没连到啊，哎呀，手松一下，那么好的机会错过了，嗯，战斗开始，走远点，反正就是四。哎，一技能怎么这么可怕？去死吧你！哎，忘了，这个技能是移动的。靠，忘了他的技能不一样的。哎呦我去！哎，我以为他这个是跟那个手机啊，那个直接往前面扑，那扇一阵大风，忘了他是原地转的龙卷风。哎呀不！大哥，你要这么狠吗？搞不死你！后面两个不要打了，打不过。战
多开心。请吃果皮。好难搞他。哎，他没凹一点啊。直接上弹。我的天，这样都落了。勝負あり。哎，然后有这么多血，这个家伙怎么搞啊？戦闘開始。还要蹭到了，死了死了死了！我还想找个机会换蛤蟆，没换好。戦闘開始。噴火。痛痛痛不痛？破痛！我感觉到就痛。他应该是很卡的样子。戦闘開始。他不用分身，要死了。一套连上去都是风，把他水都给吹散了。戦闘開始。靠，直接喷螃蟹。对的。要开始开了，还敲起来，我的连坐力量没吹龙卷风，跑快跑！哎呀，我剩一串三了啊！伊邪那兹，哎呀，这名字好眼熟啊！戦闘開始，好郑重啊！想碰我，大哥！要好了！
还有没有分身了，擦还想跑，还好我转身的快，这家伙直接射了他，去死吧！飞到世界的另一个尽头去是吧？戦闘開始！大哥，你这么快开这玩意儿？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技能，他过来我就死翘翘了。你过来干嘛？你说你过来干嘛？这么大个人，你过来干嘛？去死吧！好好的过来，你说你啊，对吧？那边待的好好的，不好好待过来是不是？我也是醉了啊。手机还是不错啊，这疾风手机啊，免费的，免费的疾风一低冷啊，不需要金币啊，这个还算良心啊，大哥大哥啊，就这样子把我抛开，我又不抢你男人，别过来，这是我地盘。先换一个护身，换一个过去，最后一点点时间了，补点血压压惊，哎呦我操，我赢了吧，哥我扔了一个两个召唤，哎一直把他耗死了。戦闘開始！操蛋！欺负女人对吧？打不到我，打不到我。这家伙跑得比我还快。去死吧你！哎呦我去！完了完了！我操！我还以为我就要完了，居然没打到我。好像我那个换技能可以无敌状态是吧？戦闘开始！这家伙你糟了，没救了。我操，他霸体钉子确实难搞啊！哎，后面两个机关有的受了，后面两个手机啊，手机有的受了。戦闘开始！别让他过来！追不到我！操蛋！Thank you.
打打打打打打打。完了完了，没有粉丝了，下一把怎么打？靠，霸体第一次不好搞，真心。技能也换不出来了，靠，还能换出来蹭高一点就行。操，他要一套搞死我了！快跑，快跑！哎呀，我去！被这家伙给翻车了啊！又是定次，不要霸体吧？但霸体真的好难打啊，这定次了，无敌的定次，除非有千叉叉住他是吧？但我不带千叉，千叉我又用不惯。战斗开始！开个先，不玩这个。我操！又是这个套路啊！直接毒死了，我操！哎呦，我的贝壳！哎，我操，霸体真的很麻烦啊，搞不死他。战斗开始！小伙子。没招没招！他，死了。这都笑不到他。这距离太短了吧。哎，我不行，打不动了。这霸体第一次虐得这么惨。我根本没招挡啊。战斗开始。先蹭个点再说吧。操死你！哎呀，我操！为了三个召唤两个忍者都，太痛苦了。你该死了。怎么这么慢？开个霸体，我的手机完全没用。哎呦我操！这个国家队呀！你就要开鲨鱼，我的天啊，然后分身也没撑到，哎，完了，后面两个不要看了。战斗开始。
我差奥一点没蹭到啊，行吧。呀，好机会啊！哎呦我的天啊，我的天，差一点点！哥，你就这样就让他落地了！哎。最后还是赢一下啊！迪达拉不要想了。戦闘開始。哎，我那灵鼬还可以吸引蜘蛛的。去死吧你，迪达拉！这都下不起来啊！快跑快跑，跟一大堆蜘蛛来了。没招没招，打不过他。戦闘開始。看我的风怎么都不打不到他。这么暴脸，哎呦呦呦呦呦。给电死了，还有一个小男，还能打到小男。戦闘開始。哟呼，跑掉了。这个好危险，我操！操，这个破轮子。你妹的，你还开蛤蟆？打我两个蜥蜴，你还开蛤蟆？打到下冷伤是吧？打这个春野樱，我现在应该是没问题吧？打这个霸，最讨厌就刚才霸体那个什么霸体丁次啊，很无敌啊！戦闘開始。别玩，为了他气球这里放。大哥，你别过来。这里不欢迎你。嗯，我操，完了，一套给他搞死。戦闘開始。滚！哇，这伤害很高哎。一个电死他，哎，不错啊，一个电还赚了一条蛇，他是不是很气呢？笑死你，听见没？操蛋，给他搞了。哟，呀，龙卷风！哎呦，他不会连啊，没有一记那个普通手狙好啊。
蹭到一个点了，蹭到了吗？我不蹭到点了吗？太快了，别跟着我啊！这边啊，大哥。瞄一点，咋整？哎，他居然骗不到他的点！我操，技能没扔出去啊！糟糕不糟糕？你说糟糕不糟糕？好了，行了。勝負あり。戦闘開始。我操！哎！等他过来啊！哎，我操！哎呀，我分身又没了。不容易啊，打个小男真不容易。最后打一把吧，十点多了啊，没电了。什么垃圾游戏，这名字起的果然是很垃圾的游戏，这么坑钱啊。删了。哎，我操，忘了这个距离太近了，不过来，乖乖，垫个，痛不痛？痛不痛？抱一个，去死吧你！这是风和沙的斗争啊！还风雨，风雨不沙沙冷，这叫什么冷来着？哟！就离你这么远的距离扔，你是不是很生气？看都看不到我！哎呦！来了！哎呦！给你坑了！我的天！最后一个山好高啊！戦闘開始！别碰过来！我操，怎么没吹龙卷风？Oh!
头发死了，那分身躲掉了，时间不够。戦闘開始。完了，一套搞死了。哎呀，就还不死，那你死了，算了，你要死了。好，先打到这吧，下次再继续玩。